林之孝，他谁呀？你叫的男朋友？不是，什么不三不四的人？路过熙攘的风景，却为一颗雨滴着迷。看他在指尖画心，有点像按下琴弦的交集。 些渺小的事情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后来我靠着你笑着回忆，那时多不由自己。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事，顾医生。 是可以啊，我明天正好有空，可以陪你吃饭的。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声音，只把所有关心不留痕迹，不留余地，全部自己都给你。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，是。